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师兄陈学进，陈老师。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仍然是呈现开高震荡走低，收小红的一个格局。那么随着今天的一个指数留下的一个上影线季线翻阳的一个第13天，在这个地方我要问大家的是，多头控盘的格局改变了没有？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看看我们的一个股票，看看大师兄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工商时报》领先分享，线上讲座持续分享，上礼拜啊，这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参与我们的活动。真的是很感谢了，真感恩啦哈，好几百位，好几千位，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来收看大师兄的一个线上的一个投资讲座，我说过啊，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大家也不用大老远啦，说从中南部跑到台北收听我的讲座，你直接打一通电话进来，直接在 Line 直接在 Telegram 线上报名，你今天取得一组密码，马上就可以怎么样免费收看。那你可以看到啊，在礼拜五啊，礼拜五啊，大师兄特别录了一集啊的一个线上投资的讲座，然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股票。今天早上你都还有机会啊，还有什么？ABC，所以还需要我讲什么吗？你看今天的 ABC 又大涨上来了。ABC，我在上礼拜的时候，三只涨停板，我高档，我开心，获利换口袋，我留一成的一个基本单，我也都告诉你，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上礼拜的时候震荡这么大，我还问大家结束了吗？甚至在今天早上9点22分在盘中的 Telegram 我就问大家说是否结束了？你看盘中啊，差一档，又飙涨停板。就是大师兄看盘的一个这样选股的一个功力啊，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你可以看到 ABC 一击必中，几号？上礼拜二6月16号，你看你早一天加入我们的一个怎样，我们的一个团队早一天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你可以看到6月16号当天有3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让你可以很从容的一个跟我们脚步一起来做布局。当天在平盘下，你很好买，买进之后尾盘探第八钟，然后随着晚上的一个讯息报章杂志都出来了，就是整个的一个这样，整个的一个 ABC 因为它取得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新冠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快筛的一个试剂，但是出来了有没有用？出来了就是要飙了嘛，连飙3个那个涨停板，飙了3根涨停板，这个时候你要去追吗？你是要买在6月16号礼拜二第一时间跟着我们脚步，可以现赚3根的一个涨停板，还是涨了3根涨停板，你看到讯息出来了，你才想要去追？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你可以看到3根涨停板我们开心获利出在这个讯息我们都有讯息为证，都写得非常的一个清楚。ABC 获利出市价获利出，只留一成的一个基本单这是在6月18号礼拜四的时候，所以上礼拜五你看。我涨停板我卖得很轻松，然后开低下来非常正常。我还问大家结束了吗？我还问大家结束了吗？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不晓得怎么掌握的话，你真的要赶紧打电话进来啊！因为你打电话进来，你早一步跟上我们脚步，你早一步可以怎么样实现获利赚钱的梦想。你可以看到第二波从10,141点到11,771点，这礼拜。这礼拜的一个指数不过是在什么啊？11,500点的一个上下，100点在这边区间做震荡，在这边区间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担心说，哇，可能会有二度疫情啊，很多人担心说，哇，可能会有什么端午节的一个节气的一个变盘，很多人担心这个指数的拉回。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师兄跟大家分享的股票，一档接着一档开心大赚，华汉呢，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啊，将近一倍了，将近一倍了。惠特两趟如果单一趟的一个波段价差都已经达到68.5%，
哦，创维你可以看到，哇，今天再度亮灯的一个涨停板，哦，还有郁金光，哦，你可以看到啊，价差都达到多少，甚至8%，哦，星象，哦，你可以看到今天再创新高，哦，元刚，哦，为什么在上礼拜是涨停板？啊，要带着会员朋友把获利给他开心放进口袋里，只留少许的一个基本单，设好停利就可以了。哦，你看元刚今天就怎么样，应声的一个这样啊、哦、下杀下来，冲泰啊、哦，你看今天在创新高，哇，价差快多少？快50%了。A、B、C 价差将近37%，还有阳澄湖的一个大脚蟹，你看几天时间，不过才几天时间，价差就超过22%。跟着大师兄脚步，跟着冠军的脚步，好事就是发生。最强最标在我家插钢五压血插颈椎啊！所以啊，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我可以告诉大家啦，后市的一个精彩好戏还在后面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自己去想想看嘛。现阶段不论是在均线呢、啊，都还是持续的一个向上。热钱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派对持续，包括的一个美国，包括的一个英国，包括的一个欧洲的一个央行，哇，全世界的一个让的一个各国的一个政府不断的一个印钞撒钱救经济，所以整个的一个格局，哇，五压起全球的一个资金印卡巴噶，那你可以看到市场上钱这么多，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在这个地方，哇，内资啊，你看。热此不彼，我就跟大家说过了，多方控盘格局不变嘛。外资啊，1到5个月啊，卖超了6600亿啊。那现在6月份开始做回补，不过才回补763亿啊，后面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呐、啊。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大家，盘局出标股，后市仍然是震荡往上看，并没有改变。你去看看 OTC 柜买指数的一个表现嘛。不仅已经呢、将年初的一个失土全部都给涨回来。再创新高，而且今天再创了一个12年的一个新高，这代表什么含义啊？代表说后面的一个让后面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让的一个行情，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再不赚，不再跟着做，真的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看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南珠环从135买进 ,192, 我新进会员朋友买。你看我都是一五一十啊，大师兄就是这么实在，这么的一个老实。一五一十都跟大家做分享。你跟着大师兄脚步，好事就是发生，都有讯息为证。你可以看到啊，哇，今天来到264，这样光是这样一个波段的价差都将近多少，将近一倍，才花你多久的时间？三个月的一个时间，你没有听错。然后紧接着惠特。第一趟从100块到160，你看、我都是事先告诉你哦，我都事先讲在前面哦，那也非常感谢这么多的一个同业的一个认同啦，哈，那有钱大家赚没有问题啦，哈，然后拉回来的时候，6月11号，你看我这个讯息我都写得很清楚，6月11号、6月17号，带会员朋友买进，你早一天加入，那你就可以早一天实现赚钱的一个梦想，你可以看到啊，然后呢，上礼拜涨停板，又开开心心获利怎么样？放口袋。然后随即拉回，拉回来震荡的一个拉回，我问各位还能够买吗？还能够追吗？你都不用猜，你都不用想，你直接跟上我的一个脚步，你就对了。该出手的时候，大师兄会带你来出手。天生做教命，你可以看到郁金光，现在很多人都告诉你郁金光，但是重点是郁金光，我是什么时候就带会员朋友买的？很多人告诉你说，哇，过去从多少哇赚了几趟又几趟。很多人又开始跟你尾后人画老虎，画了一大堆。我告诉你，那对你绝对没有帮助的。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现在嘛？你不是要的是过去嘛？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很多人都只会跟你讲过去。哇，过去我哪一档股票？哇，我讲过，我点名过。哇，今天亮灯的个涨停板。问题重点是现在有没有买？如果现在没有买，我告诉你，跟你讲过去啊，那对你没有帮助嘛？那只是在做生意而已嘛，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就是像大师兄这么的一个实在。你看我什么时候买？我12月我先从410赚到622，然后这一次你看5月28号489，我继续带着会员朋友买进，买进之后来到675块，再创新高。你可以看到我高档我开心获利做一半，那么现在又开始怎么样？开始做一个怎样？的一个怎样？上礼拜我留下一个上影线。留下一个上影线，这很漂亮。为什么？因为只要他敢拉回，我告诉你，又是我机会。
只要敢拉回，你敢不敢买？你不晓得怎么买，你就是赶紧跟上我的一个脚步，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游戏类股的股王，我就跟大家说过，我看好现象。你想想看啊，现在很多的一个包括的一个信华，包括的一个翔硕，现在的一个股价都1000多块了。翔硕第一季才赚了8块多，预估今年有机会挑战3个股本，但是新向前5月就已经大赚了将近2个股本，今年的一个每股获利做5万6，那你想想看，现在的股价才700多块，你不觉得他很委屈吗？那委屈你要知道怎么做嘛，你要知道怎么做，你就是要懂得跟着大师兄的一个脚步嘛。你可以看到大师兄怎么做的，我怎么带会员朋友做的，几天的一个时间，一张价差多少？哦，这档股票我买了2次。哦，那第三次什么地方又可以出手？一张价差144，十张就好，十张就144万，都有讯息为证。哦，全国都可以帮我做见证。哦，然后紧接着包括元气小子元刚，你可以看到啊，为什么上礼拜四涨停板我要开始卖？我要开始卖，我就告诉我的会员朋友，你只要留少数的一个基本单续报就好了。我今天我买了2层，我买了3层。我只要留什么0.5层、0.25层，他怎么挣对我都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带的一个会员朋友啊的一个脚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带着会员朋友来赚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一个会员会跟着我？哦，跟着我好几年。哦，他知道大师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该出手的时候我就是直接重压啊，直接重压买进。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几天的时间。哦，一天、2天、3天、4天、5天，5天的一个时间价差就多少？超过25%。啊，再来泰山传奇，你也知道了，你也看到了，我买在什么地方？很多人是涨停板才叫你去追啊。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买在什么地方？我买在平盘啊。你当天涨停板你去追，你可能尾盘你就冲掉了，隔天哇开平盘你又冲掉了。但是你看我买在平盘127，我们这样一路赚上来。今天再创新高，今天再创新高，几天时间？一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7天的一个时间价差多少？将近50%。7天价差将近50%，你没有听错哦。所以你今天你跟着的一个大师兄的一个脚步啊，财富翻倍真的不是梦。你可以看到，光是泰山传奇一档的一个股票，7天的一个时间，花你7个交易日的时间，价差将近50%。这是大师兄带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实战操作的一个绩效。哦，讯息都在这个地方，我都写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哦，甚至包括的一个 ABC 哦，你可以看到你每天在那边担心东担心西哦，但是我就告诉你啊，生技股指标股就是看什么，就是看中天嘛，哦，就是看中天哇，中天你看我为什么线上讲座，我就跟你讲，你今天你生技股你不用去看太多了，你就是看中天嘛啊，中天之外就是看什么，看大师兄给大家的一个 ABC 嘛啊，耳温枪就是看什么，看热印嘛啊！你今天你去看那么多哇，你去又去看什么合适血温、血压计的合适哇？上礼拜你去跳进去，今天扑通跌停板，哇！一下子又要去抢进什么哇？手术衣、隔离衣的一个巨龙哦，龙喷不增布，结果今天扑通又跌停板。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啊，啊！你点了那俩股招比，你当时你才赚得到钱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师兄给大家的股票。天生做教命，一击必中，现赚3根的一个涨停板。你早一天跟上我们脚步，你看是不是赚的更多？3根就是怎样？3根不是30%，这复利也3根是超过30%，哦，超过30%。3根涨停板之后，你可以看到啊，我在上礼拜五的一个时候，你看我礼拜四涨停板，我是不是卖得很开心？礼拜五开低下来很正常。我告诉问大家结束了吗？我甚至我今天的一个早盘，我还问大家，我说。哎，大9:22 Telegram， 你可以看到我问大家结束了吗？你可以看到啊，都跟你讲暗示的很清楚啊。很多人在担心哇，会大盘会不会拉回的时候，你看今天差一档又涨停板了。大师兄的一个怎样选股的一个功力，操盘的一个实力，我相信大家怎样，大家都有目共睹啊。甚至包括的一个怎样哦，为什么这档股票会涨？我相信我跟大家都讲过了，我今天我就不再多讲了。包括阳澄湖啊。阳澄湖啊，你看2根的一个涨停板啊，我不是叫你去追啊，今天开涨停啊，哦，开涨停当然可以，甚至开心获利出一半，哦，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有买嘛，重点是你要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嘛，
你跟着我们的脚步，你就会赚。你看，两天就两根的一个涨停板，跟着大师兄的脚步就是这么的一个轻轻松松哦。那甚至软板厂的一个这样啊、哦、的一个这样啊、哦、的一个台骏呐、啊，哦，回撤 109.5 啊，有手啊，哦，涨升行情再度启动，还能够买吗？哦，还有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回撤 45.5 啊。涨升行情再度启动，还能够追吗？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哦，你都不用想太多，你都不用猜、哦，所以啊，这是大师兄的一个实力还是运气呢？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嘛，是实力还是运气？我相信大师兄的一个实力啊，大家都有目共睹啊。今天我如果是只对一次，你可以说我侥幸，可以说我运气好。今天我如果只是对两次、啊、你给我说、啊、我运气真的还不错。但是我如果对三次，然后挡挡股票一路的一个涨，一路的一个赚下去，一路的对下去，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这是实力还是运气？所以你要跟谁？你今天你想要在市场上赚钱，你要跟谁？我相信大家眼睛都雪亮的，你当然要懂得跟着市场上真正的一个赢家，要懂得跟着市场上最实在的一个人，最实在的一个专家。哦，那么ABC 啊，哦，那我们三天三根那个涨停板真的是太开心了啦齁。那大师兄还是要再次的一个强调，跟紧脚步很重要，做对做错真的会差很大。哦，一个转念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哦，继华汉、哦，裕金光、惠特、哦，星象、哦，元刚、冲泰、哦 ，ABC 三天三根涨停板，还有什么阳澄湖两天两根的一个涨停板后，那下一档的一个与大户同行的一个 ABC 第二，大师兄拢啊你传后啊。哦，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来得及。哦，那这几天呢、啊，大师兄即将出手。哦，明天你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只要办好手续。哦，大师兄今天特别比照会场的一个优惠价给你。哦，让你啊可以用最低的一个让的一个门槛。哦，让你所有的一个愿望一次满足，你说好不好？哦，让大师兄哦亲自来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哦，也欢迎各位啊哦跟着大师兄哦一起来做大事哦，到顶最辉煌哦，那边说到顶最辉煌，下一档的一个 ABC 第二哦即将出手，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来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 ，Nine 的哦以及 Telegram， 特别是盘中的一个 Telegram， 你务必要赶紧做加入。盘中有第一手及时的讯息，大师兄都会透过 Telegram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加入我们的一个标股新天地的 Nine 或 Telegram， 成为我们好朋友，好事就是会发生。大师兄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或者你明天你想跟着大师兄的一个脚步，来把握下一档 ABC 第二的一个好朋友，欢迎各位的一个来电，02-2321-9933。控制2301-9933，好你看啊，轻轻松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